欢迎各位加个好友哈，可以交流一下。好，那各位可以看到啊，我现在其实非常喜欢写 PHP、Node.js， 然后还有 Angular.js 的。那我现在在这边做一个调查哈，你会写怎么讲？你曾经写过网页的，麻烦你举个手好不好？哇，人超多的哈，那这样就非常好讲了。那这一次呢，主要是带来三个 demo 的影片，好，然后会讲解这个用 main generator。好，那先讲这个问题。好，我们之前在做网页的时候啊，常常就是说，我们会把旧的专案的那个程式码，那贴到一个新的专案。如果我们要做一个新的专案的话，我们是拿旧的 code， 然后贴到新的专案的资料夹，然后可能再就是简单的。怎么讲？就是做一些修改，然后我们可能会手动的去找一些 library 来使用，像是jQuery 啊，或是一些像 Twitter Bootstrap 这种比较知名的这个 library 来使用。那我们可能会是透过网页，那我可能把它的 zip 档下载下来，然后我还要再到我的资料夹里面去做解压缩的动作，然后还要把这个路径放正确。那如果路径没有放正确的话，还要再改来改去，其实消耗很多时间。然后再来就是说，像我们公司的，因为我们公司来讲的话，我们公司会有这个 deploy 流程，我们会把 code 从一台机器推到另外一台机器，那就是怎么讲，就是一个也会有这种设定档。那你如果是用Power 这个 tool 的话，可能会有这些就是类似的设定档。那这些设定档，其实我们在做这个专案的时候啊，其实每一个怎么讲，这个设定档都是其实重复性很高，可能就是要改一下它的比如说像domain name 啊或者什么一些资讯而已，但是就是变成说要去做复制贴上的动作，还蛮麻烦的。总觉得这样的模式好像怪怪的。好，那这边其实还有一个更好的做法哈。好，那在这边介绍给各位这个 U-Main Generator。 那虽然 U-Main Generator 是两个字，其实它是一件事情，就是当你在使用 U-Main 这个工具的时候，那它就会有 Generator 的功能。好，那 U-Main 是什么呢？ U-Main 是一个改善开发流程的工具。好，就你用了它之后，如果你是要做当代网页的 APP， 那你用它你可以就是改进你的一些流程。然后它底下的话呢，主要有三个小工具，一个叫做 Yo， 那这个 Yo 的话就是负责帮你翻译这个样板程式码。那还有一个是 Bower， 那 Bower 的话是Twitter 团队开发的一个工具，那它就是用来管理这个前端套件，像是 jQuery 比较知名的啦 ，jQuery 的这个 library， 那我就可以透过 Bower 这个工具来做安装。好，再来还有第三个工具，也是属于U-Main， 算是 U-Main 的好妈吉啦，就是 Gwt。那这个 Gwt 呢，它是一个JavaScript 的 test runner， 就是说我今天在我可以定义很多事情，譬如说我要把程式码就是做压缩的动作啊，或是我要把程式码做串接，然后我可能要开浏览器或是怎么样，这些很多的行为，那我可以把它定义成一个任务。好，那现在呢，要带来第一个 demo。那这个 demo 呢，我会示范，就是用这个 U-Main 的 generator 去把一个什么都没有的空的资料夹，好，然后把它变成是一个随时都可以怎么讲，开始用的一个 sample 的专案。好，各位看可以看到，好，现在资料夹是空的，什么都没有。好，然后我现在下的第一个指令叫 yo pix， 那个 yo 的话就是我刚刚介绍给各位的，它叫就是指 U-Main 这个工具。然后后面接这个 pix 的话，就表示说，这是我的某个样板产生器的名称。好，那它可能会问我一些问题，像是我的专案名称是什么，还有我的专案的 domain name 是什么，那我就回答它，它
他可能会问我说，哎，要不要用某些 library 我想要用的，我也是简单的就按 Y 或是 N。好，那他现在就开始做这个 npm install 的动作。那这个 npm 的话呢，它是一个 Node.js 的套件管理工具。那因为 umin 这个东西是相依于 npm， 所以很多东西其实都要透过 npm 去做安装的动作。好，那他现在就是在做这个 npm 安装的动作。好，我装好了。好，各位可以看到，就是我现在资料夹该有的很多东西都出现了哈。好，那我现在要做这个 composer install， 因为我们公司有写这个 PHP 的专案，所以要透过 composer 来帮我把这个 PHP 的这个 framework 给安装起来。好，各位可以看到哈，很快的，我现在这个 Hello World 都已经升好了。好，然后现在我去开一下我自己的设定档案。好，我刚刚有回答他那个问题嘛，好，回答说这个 domain name 是什么。那回答完之后，他现在就自动的产生在这边了。那我其实我就不用再去手动改来改去，因为我透过回答问题的方式，我就可以产生 config 档案。好，那像我的专案名称，我就把它写在这个 JavaScript 的档案里面。好，刚刚那个 demo 影片看完了哈，那什么是 generator 呢？ generator 其实就是样板产生器。好，那是umin 官方的，怎么讲，他们自己会有定义，就是他们会写好了很多样板产生器让我们用。那你也可以就是客制化你自己的样板产生器，就主要是这两种。那一个典型的样板产生器呢，它会有，各位可以看到哈，画面上方这个它会右 web app， 就是说我透过这个右的指令去选择我要用什么样板产生器。好，然后再来就是，它会出现这个很可爱的 umin 的小图案，然后它会问你问题，哈，就是说，你有的专案的一些资讯是怎么样子，然后你要不要装某些 libraries。好，那这三样东西是一个样板产生器的很典型的一些行为。好，那它会产生这个样板，然后会产生设定档，然后它可以做这个 bower install 和 npm install 的动作。那这个 bower 的话，刚刚有提到哈，就是装这个前端套件，然后 npm 的话就是装这个 Node.js 的 module。那因为我们的工作流程啊，就是说在做好之后，其实会用到很多的 Node.js 的 module， 所以它这边都需要做安装。那现在带来第二个 demo 啊，第二个 demo 就是说，介绍给各位 sub generator。 这个 sub generator 的 sub 的话呢，它是指有小的意思，或是附属的意思，那就是比较小的 generator。 那我要用这个小的 generator 去建立路径，就像我们写网页的时候，我们一开始刚写好的时候，它可能就是一个根目录的 slash 的路径。那我今天可能会要建立很多的，譬如说其他的路径。好，那因为以往我们建立路径的方式，如果你是写这个 MVC framework 的话，我再问一下，有没有人不知道什么是 MVC？ 好，就是网页框架，网页框架。如果你不知道网页框架，请你举个手好吗？我解释一下。都知道，都知道。好，那我这边我就跳过解释这个网页框架。好，那基本上我就是要透过打指令的方式去建立路径。好，那这个逛 server 哈，是我自己定义的。这个 Grunt 的任务，那他会帮我把浏览器打开，所以我只要下 Grunt Server， 它的浏览器就弹出来了。好，那我现在就示范这个Sub Generator 的指令。好，各位可以看到哈，我敲完这个指令之后，画面上就显示，我的这个 Hello Controller.php 有建立起来，然后 View 的档案也建立起来了。
那我因为我现在要示范就是建立一个 Hello 的路径。好，各位可以看到画面上的浏览器哈，这个 Hello 的路径已经确实的生好了。好，那我现在要再生一个路径底下的路径，像是 Hello 底下我要再加一个 Word 的路径，那我就可以透过这样子打指令的方式去做这个写档案的动作。那这个画面上的点 PHTML 啊，它其实是也是 HTML， 可是它就是我们在写 PHP 专案的时候，它允许你在 HTML 里面写 PHP， 那它就是一个 PHP 用的格式。好，那我第二个路径我也生好了。好，那我现在在示范第三种用法哈，就是说我今天加一个简简 JSON。好，那我的这个样板产生器会根据我的简简 JSON 去做我之前定义好的行为。好，那我简简 JSON 的目的是想要它给我一个有 JSON 回应的路径，那它也确实的生好了。好，那什么是 subgenerator 呢？ subgenerator 会产生小范围的，可以就是来做产生小范围的 template， 像我刚刚第二个 demo 的时候我有产生这个档案，然后我有做这个写档案的动作，然后我可以就是去定义我自己要的选项，好，就根据这个选项来做某些事情。为什么要使用这个样板产生器呢？很重要的是它可以省下我们的时间，因为我们之前在建专案的时候，这样子其实手动复制贴来贴去修改，当专案数量增加到非常大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时间的消耗就会变得非常明显。好，所以它这边是非常重要，就是它可以省时间。然后再来就是说，它可以帮助你的团队成员去 follow 这个 code 的 convention。好，就是说，假设我今天我跟很多的工程师一起在开发某个东西，然后我们都用一样的这个样板产生器，那基本上它产生出来的那个样板都是一样的，那就是 follow 它的方式去写，就不会差太多。这是第一种帮助的方式。那第二种的话是说，我可能可以透过某些工具哈。就是 JS， 像是逛 module 的 JS hint， 那就是我今天就可以定义在这个逛的 module 里面去检查这个我的语法是不是符合这个 code convention。好，再来就是说很多的 generator 在这边可以让我们使用，像是如果你有写 Angular JS 或是你有写 Backbone 的话，它这边都有对应的这个 modules， 对应的这个样板产生器可以用，还蛮方便的。这些都是官方写的。然后最重要的是，它是有背后有一个非常强大的 team 在支援这个专案。好像是 PowerArish 啊、AD Asmani 这些知名的大咖，那各位可能有听过他，或是没听过他。那基本上他们其实都是来自于 Google 哈，这还蛮有说服力的。那也许你会问说，我公司的工作流程跟油面官方定义的又不太一样，那我要怎么去用这个油面的 generator 呢？好，那其实那为什么你不自己去做一个这样的generator？ 你可以自己做一个啊。这真正的含义哈是在于说，它可以就是要去分享你的 idea， 还有你的最佳实践给其他人，因为唯有透过分享，你才可以让你的样板产生器更好。然后，并且就是让其他人也受惠。好，那如何写一个客制化的这个 Youmain 的 generator？ 好，那 Youmain 官方定义了，他有做了一个这个 generator 让我们来用。那这个 generator 跟刚刚我们上一个画面有前几个画面有看到有这个 Angular JS 的，有 Backbone 的。那这个 generator 其实就是用来产生样板产生器的样板产生器。为什么要用这个呢？我如果自己用其他程式语言，我也可以做一个自己属于自己的程式码产生器，我不一定要用这个 generator。好，最主要是不要重造轮子，因为很多行为他们都已经帮你刻好了，像是
档案冲突这件事情，他会问你一些选项，要不要覆盖，不要覆盖，然后或是说把两个档案不一样 的那个地方秀给我看，好，那我再决定要不要做其他事情。那像这种行为，他基本上都已经定义好，就不用再去重科。好，那最主要是说，这是我之前拍的截图，就是专案其实还蛮活跃的，一直都有人在持续下 commit 的动作。好，安装的部分，好，很简单，就是透过 npm 去安装，把 yo 还有 generator 这两样东西给装起来。好，在你的这个资料夹里面，你就下 yo generator， 那它就可以帮你产生，你要的一些样板的档案，就是基本上就是这些档案就是用来做 generator 的档案，然后你要必须提供你的 GitHub 的名称还有 generator 的名称。好，那样板基本上就是长这个样子。好，那像比较常用的一些档案，像如果你用各位有用 Git 的话，像这个 Git ignore 你要 ignore 什么东西，基本上它都可以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帮你弄好，你就不用再复制贴上这些档案。完了吗？还没哈，其实刚刚那个只是一开始。好，因为你还要记得做这个 npm link 的动作，就是把你这个你要做的 generator 的这个目录啊，要连接到 node modules 那个目录，那这样子你在下指令的时候才会找得到。好，那这边官方有提供 generator API， 必须看着去实做它。好，如何建一个小的 generator？很简单，就是像画面上这个指令，你在这个要做 generator 的资料夹里面，你敲用 generator 冒号 subgenerator， 然后接这个你要下的这个名称就可以产生出来。那它基本上产生出来的架构会像长得像这样子。那不要忘记加这 usage 的档案，因为加了 usage 之后，你在 call 这个指令的时候，后面接一个简简 help 才可以确实的把说明文字给 output 出来给其他人看。然后这个基本上的指令呢，我先解释一下。好像 Yo 的话就是我刚刚说的 Yo Man 这个改善流程、改善开发流程的工具。然后 Piece 的话是我自己定义的样板产生器的名称。然后后面接的是一个小，然后这个是第一个参数跟第二个参数，这些都可以透过 Base Class 底下的 Argument Function 来做定义。然后这个也是JJ JSON， 就是我刚刚说的 Option 的部分，也可以透过这个 Option 的 Function 来做实作。好，那现在先简单的介绍一些 generator API 的 function。像这个 prompt 的话，就是问问题。刚各位都有 demo 都有看到，它出现好几次，就是问问题。好，很简单的，透过那 function 可以实作。然后再就是 log， 就是说，我今天我建立了一个档案，或是我某个档案发生冲突的时候，我想要它 output 什么样颜色的讯息。那这些基本上它都已经定义好了，你就不用再重科轮子。好像档案冲突的这个function也是已经定义好了。好，那 copy 的部分也是，它都已经帮你做好了。你只要简单的写你的你现在的就是 generator 的路径，然后对应到你要对应到你的目标的路径。好，那 template 的话跟刚刚 copy 有点差别，就是说它可以帮我把这个专案，像我自己有刚刚有问问题，我可以把这个专案名称写到我要的 template 里面，它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代入。好，还有一个就是 reroute files 这个 function， 就是我刚刚在建路径的时候啊，我可能想要去复写怎么讲，就去写东西到写到我的程式码的档案里面，那我会认某个注解，好，在注解上方固定产生某些东西，那我就可以透过刚刚那个 function 来做。好，那现在要带来最后一个 demo 哈，那这个最后一个 demo 呢，就是承接我刚刚以上所讲的这些。很多的 API， 好，可能就是拿几个来示范一下，然后就是先测试一下。好，因为我自己的机器已经装了 Yo Man 还有 Generator 这两个东西，所以我现在就不用再装了。好，那我现在简单的就是先开一个资料夹。那各位要注意一下哈，画面上这个 generator dash cos cup， 它是一个官方定义的格式，就是说你的 generator 的名称是什么的话，那你就要 follow 这个格式去写。好，我就下这个 yo generator， 把generator 要该有的东西给
灌到我的资料夹里面，然后回答他我的 GitHub 名称，然后还有我的刚刚的那个 generator 的名称，基本上他会 去抓我的那个资料夹，所以我只要按 enter 他就会自动出现。好，这样子就好了齁。然后我现在再开一个资料夹，那这个资料夹呢是表示我现在要新建专案的资料夹。好，然后我要测试一下我刚刚建立的新那个 Coastcard generator 是不是可以在这边去产生我预期想要产生的东西。好，它画面上显示说找不到什么东西的，是因为我刚刚忘记下这个 npm link 啊，所以各位在实作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下这个 npm link， 你下指令的时候才会有效果。好 ，link 完之后就正常了。那像这个 sample 的问题，它也会很正常的这样问出来。好，那我现在哈，它刚 sample 都已经建出来了。我现在要测试说，在我的，我现在自己要手动加一个样板进去，我要让它去产生一个 index.html。好，那我现在先随便写一些东西，好，让它可以就是 output 在浏览器上面。好，那这是刚刚有提到的 copy function， 我现在就在这边来做一个测试。好，那我先把那个资料夹里面的东西先杀掉，然后重新再产生一次。好，各位可以看到哈，我刚刚加的那个 index.html， 这样就很简单就生出来了。好，那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 generator 的实作。那基本上刚刚那些东西啊，各位如果想要再让它加强一些的话，就是去透过这 API 再加一些东西，就持续的加东西进去。好，那我现在做一个总结哈，我今天有讲了什么是这个 generator， 然后还有为什么要用 generator。好，因为它可以省时间，然后可以就是帮助改善我们的开发流程。好，还有就是如何做这个 generator， 那刚刚其实最后一个 demo 已经示范过了。那这个是这一次 demo 的那个程式码，放在 GitHub 上面，各位如果有用 Git 的话可以把它clone 下来。然后这个呢是右面官方的网址啊，就是在讲 generator 的部分。可是因为之前，它其实没有内页啦，是我后来做完之后才发现它有内页，所以基本上我还是补在投影片让大家去做个参考。因为有了这页的话，其实做起来会轻松很多。好，那现在Q&A 哈，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就尽量提出来，没关系。我们还有五分钟，欢迎大家问问题。有要发问的吗？有要发问的话举个手，然后这边会把麦克风递过去哦。有要发问吗？不好意思，我想请教那个 Yeoman， 如果他生出来的话，他其实上是应该是跟你用哪一个 JavaScript library 应该是没有关系嘛，对不对？你说的这个部分哈，是他预设的，譬如说像 Web APP， 他的官方有用提供一个这样的 generator， 那是 Yeoman 官方自己定义的。那我刚刚 demo 的那个示范的东西是为了针对我们公司的一些开发流程，所以那个是我自己写的，就是依照他的这个 generator API 写的这个 generator。如果说我只要用到最单纯的 HTML 跟 CSS3 的话，其实 Yeoman 他也可以帮我生出这个档案的结构。对，没错。
然后如果说我可以说我生出来之后，我自己想要再加一点，可能我自己开发的 library， 我就自己再去改它的 HTML 档案就好了，是这样。你说你自己开发的 library 吗？对对对，如果是你自己开发的话，你可能就是要，你可以透过就是，如果是 Bower 的话，可以透过 Bower Register 的动作，把你自己的 library release 到 Bower 上面，然后你再透过就是你，因为 Bower 它会，请问你有用过 Bower 吗？没有。好 ，Bower 的话，它有一个 config 的档案，你就是可以，就是你下 Bower install， 然后那个路径就是你自己的那个 GitHub 的那个路径，然后下简简 save， 它就会会就是写一个写到你的那个 Bower 的 Bower.json 的 config 档案里面，然后你下次你在做这个程式码产生对不起样板产生器的时候，你就可以透过就是它会到最后它不是装一些东西吗？最后不是Bower install 的时候，它就会把你之前你想要装的东西给装到Bower 所定义的，就是 Bower RC 啊 ，Bower RC 会定义你的这个资料夹的所在位置，就是你的 library 的所在位置，它可以自动的放到你想要放的地方。对，不知道这样子的回答。好，那我就答到你的问题。那我最后一个问题哈，对不起，我再补充一下哈，除了刚刚那个方式之外，你还有一个方式可以选择，就是Yomain 它有一个叫 remote 的 function， 好，就是可以去抓 GitHub 的网址里面的某一个资料夹，好，你可以透过这 remote 的方式，然后一样就是可以抓到你想要抓的位置。那我最后一个问题哦，就是那个 Yomain 它一定要装那个 Node.js 吗？还是可以不用装？它是一定要装 Node.js 的。可是如果说我的专案其实并没有要用到 Node.js 的话，如果你要下这个 commit 又的话，它就必须要先下 npm install， 然后减 g 装 global 嘛，把 Yomain 先装起来了。所以说，所以基本上 Yomain 就是相依于 npm。所以我可以说是我在开发的环境，我可能装 node.js， 然后去用这个 Yomain 产生我所需要的样板。但是我开发好之后，我其实就直接把这些HTML 档 CSS 这些直接就把它另外可能就是 deploy 到我的另外正式的 server 上面去，然后在正式的 server 上面就不需要装 node 这一些。对，没错。OK， 好，谢谢。我有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内建的 generator 我们觉得跟我们需求不太符合，目录结构可能不一样。对不起，可以大声一点，我听不太清楚。好，就是如果我们用一个现成的 generator 然后产生了一个 scaffold 嘛，对不对？然后如果那个目录结构或是档案呢，我们觉得不符合我们的需求，那怎么样去改它是最方便的？就是我要改它，然后变成一个我另外一个名字的 generator 这样。你有两种方式，一种就是先从头到尾的看完 generator API， 然后自己 follow 官方的 sample， 自己去实做一个属于自己的架构。然后一边就是说参考这个官方 Yomain 的一些 generator， 譬如说像 generator Angular 或是 generator Web APP， 用参考的方式去参考它的写法。对，这是其中一种，这是我刚讲的第一种方式。然后第二种方式是说，你就是直接拿，譬如说，直接拿一个比较完整的 generator 直接来改，这样也是，这个其实是我之前一开始在学这个东西的时候的做法，我是直接拿来改。对，好，谢谢。